我下次绝对不再重新下载浪 Live， 可恶。晚安，晚安。我很抱歉，可是不是九点，我打错，因为我平常就是九点开啊，可是我刚刚就很顺手把它打成九点了，太亮了。救命！刚刚真的是很崩溃耶。变回可爱了，有吗？有感觉吗？刚刚，因为我平常下播我有个习惯，因为我的手机其实就是很缺空间，然后我就会把浪 Live 删掉，然后要直播的时候再载回来。然后呢，我今天不小心忘记把它载回来了，所以刚刚直播前一刻想要把它载回来，就等了超久。哎，熊熊，回归，谢谢大家愿意等。今日也是熊耳朵，可是是平常小小的那种。第一次承认可爱的部分，有吗？一边修个指甲，一边跟大家聊天。嗯，不知道手机是 iPhone 几，是现在是用11。我以为你改到九点，原因是因为晃晃手机又不见了。那我应该连限动都没有办法发了吧？因为我只有这台手机里面有这只账号的账密，我有点忘记我这只账密是啥了。我有点忘记我关账的密码是多少，所以有点母汤。如果我手机不见的话，我可能连限动都发不了。手机不见的话怎么办？欸 AirPod 真的是我，然后我就想怎么办，然后我就突然想到，我朋友就跟我讲说，就是我其实用了 iPhone。蛮久的，可是我对 iPhone 其实没有到很了解，就是它的功能之类的，我只知道它拍照很清楚这样子，就是 iPhone 对我来说，我的印象就是拍照很清楚。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讲说 ，iPhone 有个功能，就是可以寻找你的配件，就是有跟你配对过的配件这样子。然后我就用了这个功能，然后他就可以，然后后来就在笼子下面找到我的 AirPod， 我真的是差点把头埋到猫砂里面去听哎。就熊熊就把我的 AirPod 丢到猫砂里面啊，猫砂隔壁啊，没有到里面，里面的话太恶心了。
不能，希望他不要把我的。你不可以把我的，你不可以把我的高科技又有点贵的东西。我的 AirPods 是我爸爸送我的礼物，他那时候商城好像有折价券，然后他就问我生日想要什么，然后我就说没有特别想要的，他就说那你要 AirPods 吗？我就说哦也可以啊，就是没有这个东西。我之前是用旧版的，然后现在是因为旧版的它不是就是戴耳朵那边就是硬硬的，戴在耳朵那个接触的地方就硬硬的，然后都没有那种软胶之类的。啊，我的耳因为我的耳道很小，我的耳朵构造很小，所以一般的耳机我都会戴到耳朵很痛。大家晚安。对，国叔也是耳道小的人嘛，因为我耳道不大，所以我戴的时候也就是要戴最小的。然后我又觉得说，就是那种有软胶的，听起来会比较好听。我自己的觉得，我自己觉得啦。对，我又PO了一个限动，因为我真的非常不好意思，我PO错了。我这几天脑袋好像也转不过来，又是掉手机了，然后又是PO错时间。然后又是忘记把 Long Life 载回来，因为 Long Life 载回来。Long Life 其实占了蛮多空间，然后我最近手机相片真的太多，我知道你们知道手机相片有30000多张吗？然后我就很舍不得把它们暂存到任何地方，因为我觉得很多照片我随时都会想要拿起来看，然后我就没有想要把它存到电脑现在。三万很多，而且他最近已经卖上了40000张，就是我的手机相片。我手机相片其实充满了各种截图跟荧幕录影，然后还有充满了各种熊熊的照片。自从熊熊来家里以后，这一年手机相片的成长速度真的是非常快，还蛮可怕的。目前卖上40000张，还有很多啊，就是有时候你去个景点可。然后从里面大概只有10张可以 PO 这样子。
没关系啊，圣诞九十张都舍不得。对，这是圣诞九十三、九十张，虽然不会想要把它发出来，可是就又舍不得删掉。哦，最近大家应该都很认真在修那个二月生写真的图片。我们二月的生写真也推出来了，大家觉得如何？可是我还是会删照片的、啊，只是删的比例真的很少，就可能真的有一张完全不行的东西，我就会直接把它删掉。这一次的生写主题其实也蛮有趣的、啊，就是游乐园，有一种回到迪士尼乐园的感觉。虽然我觉得迪士尼乐园真的是没有穿过制服，可是也算是圆一个梦啦。还有那个、啊、旋转木马、欸。但是不是抽旋转木马，那个那么大台应该是没有办法抽啦，如果抽到的话怎么办，你要来公司把它请回家。指定大家指定谁啊，跟大家推荐一下，可以指定一下不咯，我就发我的业配，你们就指定你们的声写。签名旋转木马，签名旋转木马是蛮闹，你是要从台北扛回家是不是？菠萝指定起来，指定起来。这次的风格大概就是，因为我这次申写真是穿灰色的外套，然后又染那个头发，然后其实我的申写真就是我的证件照上面的人是黑发的，你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吗？哦，你们还没有发现，因为我还没有发。就是我的他不是会有每个会有一张就是学生证，然后我的学生证上面的头其实是黑发的，头就发色还是黑发这样子，所以就有一种真的还蛮学生证的感觉。就是这一次申写真二月的人设大概就是那种一年级入学的时候很朴素，然后二年级开始学化妆的一个。那个交际社交牛逼症严重的一个学姐这样子，好，非常非常的复杂的一个人设，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上来想要说有发现，我说没关系，常遇到这种。社交牛逼症，对，我是一年级不太会，一年级很朴素的进来，二年级开始学习化妆打扮的社交牛逼症学姐。说大话被戳破很重，你们要小心一点啊！我有时候可能会故意挖坑给大家跳。
下午好啊。直接社交天后，对。如果在升血的人设定位里面的话，你要做什么都可以，所以就把自己定位成社交牛逼症候群。Hello 梦宝，午安。我们在聊我们的二月升血症。梦宝应该没有买过升血症吧？升血症就是我们每个月会出不同主题，然后它就是一个很像相片，它就是相片，对。不好意思，我家的猫，就是它就是会以相片，就会有很多相片，然后就有我们在上面这样子，然后每个人有分成三种吗？每一种主题都会有三张照片，一个是近照大头，然后还有半身照跟全身照这样子，然后就是你可以指定你喜欢的成员这样子，然后指定七包的话就可以抽那个成员的纸笔，就是亲笔签名照这样子。然后它就是每个月的主题都不一样，像是我们一月的主题就是汉服嘛，它是汉服嘛，它不是汉服，它就是古典风。然后这次二月就是游乐园的游乐园女友这种设定嘛，就是穿着粉红色的制服，然后骑着旋转木马的我们这样子。然后去年十二月，比如说有时候圣诞节啊，就会有圣诞节主题的升血，去年是穿那个企鹅装。然后就是有圣诞树，然后十一月的时候是森林精灵，就是什么鹿角这样子，就是还蛮特别的一个，还蛮特别的一个，我们就是48 AKB48 会有的特别有的一种商品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每个月都不同主题，如果你喜欢的主题的话，就可以去参考一下。在我们官网上面都可以看哦，也有那个示意图。最近应该大家都会开始在 IG 上面发很多业配文，所以你应该就可以看到很多人穿着那个衣服的不同照片。对的，然后我这次的设定就是一个我的这次的角色设定，我就是一个我觉得高一进来是非常朴素，黑发朴素，不太会化妆，然后到了高二开始学习化妆打扮，然后在高三成为社交牛逼症的厉害学姐。对，这是这个风格，这就是这个风格。然后我一月的那个古典风，我是一个来自异邦的公主，来自国外异邦的公主前来做客，找我的阿丽朋友喝茶，还蛮有趣的一种，就是我们一个还蛮有趣的一个可以收集的商品这样子。然后我们的升血症就是一直在进步，一直在进步这样。谢谢阿珍送带你去流浪 Level 2， 谢谢阿珍午安。这人设真的很立体，对啊，可以想要做什么都可以。再跟大家重复一次，我这次二月升血症的人设就是，我是一年级不太会化妆打扮，然后到二年级开始学习化妆打扮，然后三年级成为社交牛逼症的超多朋友学姐，超多朋友学姐，然后我是那种超厉害，家里超有钱，开始帮自己加超多人设，企鹅那套博弈的人设是企鹅的人设，企鹅可以有什么人设？我是一只怕冷的企鹅。大四版本的柏林，羡慕家里有钱。对，我人设越来越多。我本来要把自己加一个学生会长的人设，结果突然想到，欸，不对，学生会长好像不会染头发染成那样子。对对对，就是过长假以后突然变了一个人的这种人设。然后就是学妹都会很崇拜我，然后很喜欢我这样子，就是会觉得学姐很帅气这样子的这种学姐。对，然后我们当然是女校。哎，学生会长突然很高，应该也会有矮的学生会长，我相信。很爱吸毛的企鹅，吸呀，啊，哈哈哈！拿出我的逗毛棒。他现在跟我的逗毛棒 give me five。
傻逼。得到什么伤了？这些女校是不是有人六千多年了？干嘛这样？我们在里面每一个人的年龄设定都是很年轻的。哎呦，熊熊怎么湿湿的？你是弄到饮水机了，小笨猫，去吧。好娘娘没有，他是侧边的尾鱼大腹有一点点湿湿的，我想到他，因为他刚刚就泡在饮水机旁边，我想到他是沾到水。熊熊是他的玩具，不理我。自己洗澡，那也太湿了吧！他的口水。哼，国帅一去不复返，拜拜。这种时间提到食物，大家吃饭了吗？我今天午餐也蛮晚吃的，我今天大概两三点才吃我的午餐，我吃一点点咖喱饭。我今天没有很饿，所以我今天买的东西其实浪费了很多。但等一下下播以后还有事情，感觉事情做完才会去吃晚餐吗？我这几天其实都很闲，可是我也在想说我要不要去找小晴他们，可是闲下来的时间好像。就可以去做更多事情。我不知道，我最近好犹豫哦。我是一个犹豫的人，我最近一直有一些空闲的时间，然后我一直在想说我要干嘛，然后结果考虑到最后好像都没有干嘛。刚吃完松饼加干贝吗？猪肝。签约就没有办法犹豫了，真的吗？好吧，再想想看。前阵子就是大家不是都回过年，不是都回家嘛？然后云爵他就送了我一盒饼干，就是他回家的时候他妈妈买的，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就是有一种就是收到这种礼物都会觉得啊开心。然后我就去了花莲的时候，顺便也帮他们宿舍的人就带了一点吃的，就买了一个蜂蜜蛋糕跟。那个增记的番薯饼，然后就送给他们吃。感谢宿舍组这一年来的照顾吧，就是这一年拜访他们很多次，然后跟他们玩，开心啊，是我重要的朋友，所以就买东西给他们。熊熊，好可爱哦，小胖猫。
Hello 空白，哎、欸，空白 Hello。早上去花莲买，哎、欸，阿珍是住在台中对吗？那你离花莲好像至少是比台北近点、啊。我们那个时候去花莲真的是塞车超严重的，就是我们过去的时候开了4个多小时，然后回来的时候真的开超久。回来的时候是初三的时候回家，晚上的我们下午傍晚，对，大概5点的时候开车回去，然后那个时候开了就大概开了5-6个小时有了，因为真的太塞了。就是我们还没有上山之前，就是整个都是龟速前进，就是大概时速只有5到10。然后我那时候我没有吃到公正包子，因为来不及，可是我真的很想吃，下次去吃。可是我还吃冰淇淋耶，很开心。小张不要乱吃，他看到地上有小屑屑他想在那边乱吃，凶他。反正我们就这样开回去，然后就一直停，然后就睡了一个觉，一个小时起来发现好像才前进一点点，然后就很崩溃。因为搭长途车真的蛮辛苦的，然后我也觉得开车的人很辛苦，因为开车是我表姐，然后她就是整趟都不能睡，然后她因为就只有她可以开车，所以她就要一直保持清醒，然后我们还可以在那边睡睡醒醒的，然后她要整趟都要保持清醒，然后专注，就觉得天哪，还好我不会开车。去花莲打球，连吃了2天公证包，好吃吗？哎、欸，我其实今年一直想去考驾照，可是我现在好像又没有时间了，因为要开学了。我的目标就是在生日前，今年生日前考驾照，不知道可不可以成功哎、欸。打个哈欠，谢谢。对啊，我记得就是好像全车的人都睡着的话，驾驶也会很想睡觉。我们那时候有一次也是好像大概去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去宜兰玩，比较近，可是那个时候我坐在副驾，我也是尽量不要睡着，因为我想如果睡着的话驾驶应该会很想睡觉，所以我就一直递口香糖给他吃。暑假考比较有空，对啊，我就很想要今年一直被长辈催去考，可是我就一直在想说，就是我说那个嘛，我在想说，就是我就算考到驾照，可是家里好像没有车子给我，也没有车子给我开，因为我们家的车子都是爸爸他们在开，然后他们上班都要开啊，所以平常我也不会有车子开，可是就是以防不时之需嘛，可能突然我可以开车派上用场的时候就可以了。可是现在不是有些什么租车之类的这种东西，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在台北其实好像没有很需要开车，就是骑机车就很够了，不然你搭车其实也都蛮够的嘛。我会觉得我爸不会再让我碰他的车，详情请去听之前的直播档吧。哦，你看打下去都可以用这个遮住我脸啊。不急啊，驾照真的不急。没去考一半是因为有点懒，
因为他就是要一直去上课，一直去上课，一直去上课，然后他是一个不小的开销。怕当三宝，过了生日以后就不会变三宝了吗？川宝，你这是被撞倒三宝吧？所以三是反过来的。我弟也有驾照啊，我弟好像是高三的时候，就是他们那时候考完试以后很无聊，然后他们就去考驾照，然后所以我弟现在有汽车驾照，可是他好像也没有开过什么长途，他只开过短程的，因为我们家的车其实有点大，所以感觉开车新手应该会蛮害怕的。就连我妈妈也不太喜欢开家里的车，因为家里的车换太大台，然后她觉得开起来很可怕。找个位置。晚安，现在应该可以讲晚安了吧？快六点了。面试工作还要会开车，可以讲晚安了吧？我们这边已经天黑了，我看到窗外已经是黑漆漆一片。关于什么时候开学，我没有记实际上的日期，但是好像是下下礼拜。不想开学呢。听完这首来弹吉他，但我今天嗓子没有很开，因为我今天开直播是我跟大家讲话，是我今天开口讲话的时间，因为今天一直没有遇到什么人。在家里也是，我不想开学啊，我真的不想开学。之前的歌唱企划会继续吗？你说跟你说 Paul Cover 的那个企划吗？ Yeah。差点跌倒，哎什么？哦，我穿睡裤。
是指 cover 的计划的话，会啊，会继续。哎呦，上衣跟裤子太不搭了吧？因为我就想说我下半身不会被拍到啊，所以我就觉得好冷，我就穿了这件裤子，我很抱歉。我的毛毛裤，我在家里只要一踏进家门，就是一律就是穿上这件裤子。如果是冬天的话，小黑说唱歌企划是啥？是我说的那个企划吗？过多企划。最近好像没听什么日文歌。Always 直播都这种穿搭吗？哎，当然喽。我之前看过一个梗图，就是之前疫情不是很严重，大家不是都远距教学嘛，然后大家就想说什么远距面试，所有人都是上半身西装，然后下半身就是可能内裤之类的。对，直播标配毛毛裤跟我的条纹衣。我们在寻找适合他睡觉的地方。笑说，笑啥？優しい。
朝から濁った日々の憂鬱は満員電車みたいだ。什么阿珍心面谈，要去抢浴室了，小黑黑拜拜。当兵也太辛苦了吧，还要抢浴室。青春の音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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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肥照到底是怎样？気づけば限界
だばかり話していたよね。もしいつかどこかで会えたら、今日のことを笑ってくれるかな。理由もちゃんと話せないけれど、あなたが咳啦，我怎么觉得这次弹的哆啦 A 弗拉瓦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次，哈哈。全程愉悦唱完，
的，是心情的部分嘛？对啊，这次唱完这首，觉得心情特别好。再弹一首。为什么我的镜头感觉有点偏移？安安，君とのラブストーリー。それは予想通り、いざ始まれば一人芝居だ。ずっとそばにいたって結局ただの観客だ。感情のない I'm sorry、 それはいつも通り、慣れてしまえば悪くはないけど、君とのロマンスは人生から続きはしないことを知った。もっと違う設定で、もっと違う関係で出会える、出会える世界線選べたらよかった。もっと違う性格で、もっと違う価値観で愛を伝えられたらいいな。そう願っても無駄だから、グッバイ。君の運命の人は僕じゃない。辛いけど否めない、でも離れがたい。君は何？辛いけどわからない、わかりたくもないのさ。たった一つ確かなことがあるとするとならば、君は綺麗だ。じゃあ、好啦，休息，我已经唱不下去了，喉咙好痛。谢谢大家今天听我唱歌，开心。反正人是真的，记得喝水啊。好嘞，等一下会喝的。啊，真是舒服的一天。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之后都可以来听。有什么推荐的歌也可以推给我听。之前我记得李猫头是吗？他那时候推一首，歌给我，然后我觉得很赞，就那个撒由那拉。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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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哒哒哒哒，我不知道我现在的，哦，突然想再唱一下，哈哈。对啊，大原因子，这真的很好听，我那时候听了以后，整个被洗脑。可是他的风格跟我的风格好像不太一样，所以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唱得好。Sayonara, Sayonara, Anata wa watashi no subete deshita. 世界で一番素敵に見えた横顔も、もう会えない。胸にしまうだけ。優しくて切ない思い出に変わるのね。あなたは最高笑ってくれてたのに、私は涙がこぼれて何も言えなかった。もう息など手を話した。この恋は夢のように終わったの。好，中间不弹，直接弹唱的。这真的很好听，可是他的唱法就是非常的难以捉摸，他就是要是啊啊，是这样的吗？我看一下、哦、他的谱。我把它调一下，因为它的速度要买会员才可以调你想要的速度。可恶，我没有会员。一人見上げる東京の空、改札かけるようにいっそく背中、誰も私を知らなくて。なくて、でもね、それなりに暮らせているよ。ずっと憧れてた新しい日々の中で、ねえ、あなたもどんな空を向き合って生きていは、僕らは大人になるんだよと、あの日の二人は無邪気に笑っていたけれど、そんな時が来るんだなんて、本当は信じたくなかっただけなのかな。誰かを愛して、誰かに愛されて、明日を紡ぐの、そのそしてそれはあなただと、あなたとだと思っていたけど、そう思う二人はそれぞれのこれからを生きてゆく。民謠感，我不会唱民謠感，我只会哦这种的，这种东西，这是什么？没人听得懂，谢谢。
不然就听 Hitomi， Hitomi 是适合我唱的吗？我不知道哎，可以啊，听，我应该都唱邦邦，很久没有唱邦邦的歌了。好。Coming to the wa hibiki wataru no wa， 絶妙な存在意義のコンセプト。不好意思，我们日文发音哦。重唱了。Coming to the wa hibiki wataru no wa， 絶妙な存在意義のコンセプト。分厚いルーを破り捨てて、一生懸命さ声叩く、聞こえたのなら、Just follow me and trust me。はあはあはあ、勝利の女神から always 熱視線受けて。好多英文哦。Passions run right out, passions run right out。無敵なフレーバーをまとわす。さっさと肌を拭いて。ただなしなど。Passions run。Right out, precious from right out， 無駄な放棄，太多英文了。我本來想，我要唱，然後就都是英文。Coming to the wa hibiki wataru no wa， 絶妙な存在意義をコンセプト。对嘞，耶！ミワの断裂，哦，你说那个吗？カダオモイ是吗？答えはそう、It's not me, but だけど unstoppable。I might 満たしてほしいと、せかみ出す答えはそう、Inside of me。けど unstoppable。 I might 満たしてほしいと、せかみ出す somebody help。 好多英文。喉が渇いた仕方ないようで、生まれ故郷感、日々を少し期待しすぎ、冷た背中。みわ片思い。可啊，以为不认识的说。谢谢阿正送的爱的公式，谢谢。突然姿势非常不好看，坐着。好了，我要先念今天的钻石榜。谢谢大家，我今天从第十名开始念，其实平常都是从第十名啊。谢谢今天的第十名，谢谢朱新当，谢谢朱新当。第九名，谢谢刘建谷，谢谢刘建谷。第八名，谢谢 Hoying， 谢谢 Hoying。第七名，谢谢勇哥，谢谢勇哥。第六名，谢谢拼拼，谢谢拼拼，谢谢。第五名，谢谢 Yu Chen， 谢谢 Yu Chen， 谢谢。第四名，谢谢用户名不能是空白，谢谢用户名不能是空白，谢谢。第三名，谢谢吉米粥，谢谢吉米粥。第二名，谢谢钟莹，谢谢钟莹。现在是第一名，噔噔噔噔噔噔，谢谢阿正，谢谢，赞啦！今天唱了很多歌，我们下礼拜直播见。大家会继续发业配文的，所以无聊就可以附到 IG 来找我。咪瓦是你入坑 AKB 前最喜欢的歌手，那入坑后嘞？谢谢谢谢大家，下礼拜见，下礼拜见。啵啵，拜拜拜拜，大家二月升写真，K
可以去看看逛逛。拜拜，关喽。对，我想你说最喜欢的是我，哈哈，拜拜。